现在介绍一下一致绳索梯的操作重点。那如果你要安装钩子的话，就是把上盖往上垂直提起，它就可以撑开了。然后安装钩子的话，只要对准这个圈圈，然后这样子按压这个开关就可以插进去。好，那这个是360度的可以旋转，然后另外一边也是。好，然后我们要展开的话，请你一脚踏住最底部，然后往上抽，往上抽。好，然后如果你没有全部伸长的话，你就是把未打开的部分放在最下面，它这样子会比较稳。然后如果要把它关起来的话，请你就是把这个开关直接垂直的往下收就可以了，往下收，同时往下收，然后注意手不要握在这个要下来的地方会夹到手，这样子收，它就是可以很简单的收纳，快速收纳，然后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